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哦，身体健康，我爱你们，新年快乐。秀中文和粉丝 say hi， 在台湾串流平台拿下收视冠军的韩剧，特地邀请男女主角李俊昊、李世荣、江勋在线上和台湾粉丝见面。饰演皇帝的李俊昊透露，为了演出还要改变自己左撇子的习惯。방송으로봤었을때는뭐제개인적으로개인적인소감으로는마음에들진않았으나그래도오른쪽오른손가락으로젓가락질했다라는그런뭐不过他们做过没？있었습니다。过去好几次随着 2PM 演出来台的李俊昊，很怀念台湾的粉丝，最想来台湾做什么呢？팬여러분들이랑좀한공간에서같이호흡하고싶습니다。그냥대만에간다는거에기쁨이있었어가지고근데그때야시장이참기억이좋았었던게있었어가지고韩剧热播更让李俊昊成为当红炸子鸡，一集片酬上看台币250万，同时也有不少新生代男星人气水涨船高。宋江和电视剧女神朴敏英合作谱出职场恋曲，186公分的高挑身材，帅气直攻迷妹的心，还有大长腿欧巴安孝燮也带新作品回归啦。新剧中饰演霸道总裁，搭档女团出道的金世镇，俊男美女的组合超吸睛，两人相差23公分的最萌身高差，更让新戏上档前就话题不断。2022年刚开始，韩剧大战率先开打，也掀起人气卡位战。华视新闻林依婷、黄建莹台北报道。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